哥哥，江倩哥哥，江倩，关心关心我吧，我是佳梦，别总想着智秀，多关心关心我吧。真的不能是我吗，智秀？你这是干什么？我实在不能看你这样下去了，你这样很危险，智秀，我实在是太担心了。你是不是要趁火打劫？你到底把我卖了多少钱？智秀，你把我送到嘉兴的身边，这就像处理过季的产品一样，怎么现在你要对我说这样的话？我已经活得没什么意思了，连你这个唯一的朋友也让我感到痛苦。是我错了，智秀，真的是我错了。请给我一次机会吧，让我来弥补自己的过错好吗？我会让你重新找到幸福，答应我，让我来为你负责任吧，智秀。可是你不是嘉兴，可我也是男人，嘉兴是我也是啊。我现在真想去看那个属于我们两个的房子。每天清晨，你都会送给我一个吻，然后我来为你准备早点，看你和孩子们开心的玩耍。现在支撑我的信念，就是你一定要回来，嘉兴，快点回来吧。快受不了了，嘉兴。我跟你一起去吧。哎呀，你上次去过了，这次让我去吧。去的人多了，会把孩子累坏的。也是，他现在越来越憔悴了，饭也不好好吃，就像丢了魂似的，就为了嘉兴。智秀交给我，你来照顾好佳梦。你这次来韩国不就是为了照顾佳梦吗？你怎么能这么说呢？智秀跟我自己的孩子没有什么两样。说得好，你说得太好了。哎，嘉兴这个臭小子。静雄，你不能激动，你现在的身体和原来不一样了，知道吗？你回去吧，我是真不放心智秀，我去把他接回来，好吧？嗯，好吧，我等你回来。哦，就这两个行李吗？哎呀，不过这次旅途很长，我想还是简单一点好啊。剩下的就让在这干活的大草油过去。这里面现在有用得着的几件衣服，还有研究会上用的论文和资料。这些个小事情呢，就不用你操心了。不，在人家蹭饭吃不能太懒啊。走，好好。哎呀，你千万不要觉得添麻烦，我们都是多年的老朋友了。你想待多久就待多久，待到我回来的时候那就更好了。对了，我还告诉你啊，那厢房里有很多的书，都是你喜欢的，你把它当书房吧。好，太好了，我现在住旅馆都住腻了。谢谢你啊，谢谢。哎呀，谢什么呀。我还担心像你这样每天过得舒舒服服的，那待在我家里还受委屈呢。哦，你这个担心是多余的。哎，不是多余，我觉得我应该给你准备一张床才是啊。暖炕有什么不好的？
天冷的时候躺在上面太舒服了。哎呀，我说你现在都快成了韩国人了。除了现在的大嫂之外，我还找了一个从延边过来的朝鲜族大嫂。哎，不知道她做的饭菜合不合你的口味，不过她还能做中国菜，所以你在这儿也不会有什么不适应的。谢谢你，谢谢。哎，看又说这种话，这我不在的时候，这个家就拜托你了。哦，好啊。好啊。不用这么送我，还是办你的事吧，找个地方停下来，不用这么客气。哼，别废话了，赶快坐着车走吧，我也要去见一个人去。这儿真美啊，我住的地方也非常美。韩国好像到处都是美景啊。你是怎么找到这儿的呢？啊，我把妈妈的骨灰都撒到这儿了。最近一段时间觉得很难熬，所以总来这里。那你跟我一块儿走吧，伯母和佳梦都在家里等着你呢。哈，咱们已经是一家人了，是吧？我们中国人呢，就喜欢大家伙住在一起，热闹。现在你们住在哪儿？要是我家还过得去的话，我就不会让伯父伯母住到别人家里去了。我住在我一位老朋友的家里，20多年了吧，哈、我来韩国的时候认识的，处得非常好，无话不谈，跟我们住在一起吧。伯父，我还是想在家里等嘉兴。嘉兴他知道我的住处，我总觉得他一定会来家里找我的。现在这个家是联络我和嘉兴的唯一线索。我是不是太傻了？你别这么说呀。其实我不应该这么说，但是我还是想说，你还是等嘉兴吧。嘉兴他现在就是头脑有点不清醒，如果连你都要放弃他，那他真是回不来了。嘉兴他真的什么消息都没有吗？从你回韩国的那天起他就不见了，什么家庭啊公司啊全都不顾了，谁也联系不上他。哎，臭小子，你说他是我的儿子，一点都不像我，真是让人无法理解啊。伯父，我真的很爱嘉兴，我不会爱上别的男人的，是他让我变成现在这个样子，他给了我阳光，给了我希望，让我变得那么幸福。可是他突然又这个样子，我现在都不知道怎么样活下去。
嘉行他要负责，他要对我负责，要负责任的，帮我找到嘉行，伯父帮我找到嘉行吧。我一定帮你，啊！别哭了，芷秀。嘉行虽然是我的儿子，可我也不能看着你这么伤心呢。等我找到他之后呢，我就好好教训他，啊！别哭了。伯父，现在我的那个希望还在一天天长大，可他越是长大，我就越喘不过气了。我一天比一天想见到他，我一天比一天的更爱他，可越这样我越受不了。我真的不想活下去了。别这样，芷秀，啊，大家都是很爱你、很支持你的嘛。别哭了，啊，别说这种不吉利的话，啊。我不想像妈妈那样生活，像她那样，我根本活不下去。因为妈妈她还有我，可我却什么都没有。要是没有嘉行的爱，我的生命就没有意义，我就会死掉。伯父，你帮帮我。江县，嘉兴他有消息了吗？这样啊，不用了，别来了，我想自己待着。可是我实在放心不下你啊，请你让我来吧。求你别这样，我没事的。我挂了。看来江县经常跟你联系啊。他总是在帮助我。我的妈妈一辈子都在等待着爸爸，在等待中去世的。我没信心那样等下去，等到我没有耐心的时候，我就会离开这儿，回到我唯一的亲人妈妈的身边。
是在韩国？你看你都成什么样子了啊？你的脸色那么难看，瘦得那么厉害啊！你真是越来越不像话了。你把智秀坑得那么苦，你自己也好像受到了什么惩罚似的，是不是？不负责任，不知廉耻的东西，你居然是我的儿子，你太丢我的人了。爸，您就放弃智秀吧，她不是您的儿媳妇，您别对她抱有什么幻想了。你还不够清醒是不是？啊，你到这儿来就是为了说这个吗？我告诉你，我不管你怎么拒绝，智秀永远是我认可的儿媳妇。爸爸，你就听我这一次吧，什么都别问，我求您了。爸，你没有资格这样对我，她不是您的儿媳妇。什么？爸爸让智秀抱有幻想，就等于让她走上绝路，不切合实际的希望，那根本算不上希望，那是毒药，您明白吗？爸，我求您帮帮我，您就别再添乱了，好不好？你混账！如果您不想帮我，那您就什么都别管了，就算我求您。嘉兴，嘉兴，哎，哦，嘉兴，慧琪，觉得很意外吗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一直在韩国，你们家人都来韩国了，你知道吗？你究竟是怎么了？像一股烟似的突然消失，现在又突然地出现在我面前。新公司怎么样？别转移话题了，你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哎，见到智秀了。慧琪，你现在有时间吗？我有件事想请你帮忙。哼，要是和上次一样，我还是要推辞。我记得那次是我言辞拒绝的。我当然知道，这一次确实和上次一样，但这一次你不应该拒绝我。不可能，无论你提出什么样的条件，我的态度都一样。慧琪，如果你真的是我的朋友，就应该把我的话听完了再做决定啊。什么？嘉兴，你再说一遍，你在说什么呢？智秀是我的妹妹，我们是亲兄妹。怎么会这样？你别胡说八道了，这是不可能的。这不可能的事就发生在了我和智秀之间。智秀，智秀知道真相吗？现在不能让智秀知道。慧琪，你一个人知道就好了，不要跟任何人讲。可是智秀她……智秀要知道这个事实以后，他会活不下去的，他会受不了的。嘉兴，慧琪，我求你现在按我说的去做好吗？也许在我们还没有出生之前，老天就已经决定了我和智秀之间的兄妹关系，可我们每个人并不能预先知道自己的命运啊。我也毫不知情，这对我无异于是晴天霹雳。老天突然给了我这样的残酷惩罚，我不能让智秀也承受这样的惩罚呀。但是嘉兴，毫无理由的去撕裂爱情也是让人难以承受的惩罚。现在智秀的慧琪，我们现在得想个办法，绝对不能让智秀知道事实的真相。嘉兴，智秀是我的妹妹，我们曾经相爱过，不管这件事情以后会怎么发展，都不能免除我们以前的罪过。不管曾经是真心的相爱过，现在来说，我
们都有错。作为男人和女人，我们一直渴望着对方。可我是哥哥，她是妹妹，我们犯下了不可饶恕的过错，这些让别人看来都是不可原谅的。志修如果知道会受不了的。嘉欣，慧琪，帮帮我。慧琪，你现在让我做什么我都可以答应你，只要能让志秀好，只要能救救他，只要让他好好活下去，你帮帮我好吗？慧琪，慧琪，你要什么我都可以答应你，只要能让志秀好，包括我在内，还有私运公司。慧琪，我求你了，帮帮我，我求你了，慧琪。哥哥，佳梦，你怎么进来的？哦，门锁应该换一下，要不然就该修修。啊，我等江宪哥哥吃饭呢，来，这都是我亲手做的，怎么样，还不错吧？赶快尝一尝。我在问你，你怎么进来的？哦。我跟看门的大叔说，我是你的未婚妻，所以大叔就帮我开门了。怎么了？我说错了吗？我是江贤哥哥的未婚妻，只不过没有举行订婚仪式。好，已经很晚了，佳梦，你该回家去了，我送你们。放开！我自己会走。我不用你赶，想来的时候我还会再来的。佳梦，你江宪哥哥，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吧，我不会多想的。那你先吃饭，多吃一点，最好把我的也吃了。对我好一点，别到最后才后悔。只有你能把我从黄泉路上拽回来，你知道我有多么爱你，嘉欣，你现在在哪儿啊？我好想你啊！我现在离黄泉路越来越近了。今天好难过呀，我对明天没有什么信心。你知道明天是我的生日吧？就看一眼，求求你，让我看你一眼吧，我也就别无他愿了。
知道明天是我的生日吗？就让我看你一眼吧，我也就别无他愿了。好久没见了。嗯，是啊。你去哪儿？啊，我去见江宪哥哥，我今天跟他有个约会。他昨天跟我说最近有点冷落我了，所以今天带我去汉城转转。来了这么多天，我还哪儿都没去过呢。真的，快去吧。志修啊，啊，坐吧，坐吧，坐吧，坐。哎呀，收下这个吧。这是什么？这是我们程家世代相传的宝药。我的爸爸吃了它以后都可以长命百岁的。你身体太弱了，一定要吃。这个是我特意叫人从中国带来的，一定要吃啊。伯父。我很健康，那你要收着，这是我当爸爸的一片心意呀、啊。这个对你很重要，我还指着你给我们程家传宗接代呢。中国人特别爱惜自己的家人，看着你一天天的瘦下去，心里很不舒服。吃下它，吃下它以后，身体就会健康的，啊。好的，放心吧，我会把这药吃掉，使自己变得健康的。好，在中国当公公的是最疼爱自己的儿媳妇了，在你们韩国不也是这个样子吗？啊，哎，你买这个干什么？你又不是客人。这是月饼，商场里正好有卖的，是中国的传统月饼，味道很好。大嫂，我拿进去。哈哈。伯母，我来。不用了，不沉，我自己来。坐吧。我来吧。请坐，请坐，坐。韩国的绿茶味道特别柔和，你喝吧，你也喝。秋啊，哎，几天前我见到嘉兴了，他来找我的。他现在在韩国吗？你是说，嘉兴现在和我在同一个城市，是这样吗？
天是我的生日，嘉兴的出现可能是妈妈送给我最好的生日礼物了，我好高兴。哦，今天是你的生日啊？是，今天见到您真是太高兴了。您为什么不早一点告诉我呢？那样的话我也不会一直这么焦虑了。看见你这么高兴，我很难开口。他在我面前晃了几下就走了，我真不知道嘉兴到底要干什么，真不好意思见到你。您别这么说，我现在太高兴了，总算知道一点嘉兴的消息了。他和我一样都呼吸着这里的空气，今天和您在这儿见面我真是太高兴了，这一定是妈妈给我带来的好运。志兴，生日快乐。 Happy birthday。志修啊，今天是你的生日，你为什么不早些告诉我呀？我可以给你订份生日蛋糕，吃丰盛的生日餐呢。啊，礼物我不是已经收到了吗？零用钱我也收到了不少。啊，今天就别回去了。既然过生日嘛，自己多孤单呐。我一会儿到城里给你订蛋糕啊。我想晚上就可以送过来了，要不然就让佳梦顺便带过来。不用了，我这就回去了。我想带着这样的心情进入梦乡。啊，那也好，那我回头去看你啊。去看我？是啊，不愿意啊？不是，不是的，只是我住的地方太寒酸了，不便招待伯父。我住的地方又交通不便。我倒是习惯了，只是怕您，怕您不方便嘛。其实住在什么地方都一样，啊，没有车我就用两条腿走过去，不就完了吗？啊！志秀，志秀，志秀，我亲爱的妹妹，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。欢迎光临，是要买蛋糕吗？嗯，这些蛋糕都太大了，我想要小一点的。哦，我们这儿的蛋糕通常都是这么大的。嗯，
可是只有一个人吃吗？想见你就见到了，我不停地念叨，果然你就出现了，嘉欣，你真的出现了，嘉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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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等等我，嘉欣。世间的天气，嘉欣，嘉欣，悲与欢的晴和雨，等等我，嘉欣，寂寞绽放的空虚，爱让我付出，不管有何结果，全被你左右。从来说不曾相信我会一个人无所从。跟上前面的公交车，快点！付出不管有何结果，全被你左右。嘉欣，我不能没有你，你快下来，我不能没有你，快一点，师傅，嘉欣，快下来，嘉欣，快下来，我不能没有你，快下来，嘉欣，师傅，快点，嘉欣。快点，嘉欣，你看看我呀！快点，嘉欣，嘉欣，求你快下来！快点，停下，停下！也许是嘉欣，嘉欣，嘉欣。嘉欣，等等我，等等我，嘉欣，你不能走，你不能走，放开我，嘉欣，放开我，嘉欣，去哪里？嘉欣，等等我，嘉欣，你别走，嘉欣，嘉欣，你放开我，别缠着我好不好？我求求你了，你不能离开我，我不能没有你，我求求你了，你要是走了，我怎么活呀？你说什么都行，你就是不能走，我求求你救救我，我求求你，求求你不要离开我，不要抛弃我，我求求你了，我真的受不了了，我受不了了，就不曾相信我，金志秀，你怎么那么没出息啊？我讨厌你，你知道吗？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我不喜欢你了，自以后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了，必须要接受这个现实。嘉欣，嘉欣，嘉欣，你就是讨厌我、打我、骂我，我都行。放开我！啊，嘉欣，求求你，求求你不要离开我，不要离开我，求求你了，嘉欣，你放开我！全被你左右，嘉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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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要今生今世的吗？伯父。伯父，不是说好我过去接你吗？啊，没事没事，没必要让你特意过来，我自己走不是挺好吗？啊，车要是能开过来就好了。啊，没关系了，就当是我自己锻炼啊。你总算是回来了。回哪儿？你就是明知故问。我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回，
那你到这儿来干什么？想到我这儿来找死吗？我有话要跟你说。哼，有话说？到了现在你还想跟我说什么呢？你说的那些毫无价值。还记得我的第六个条件吗？智秀如果遇到了不幸，我是绝对不会放过你的。张贤，智秀是你的女人，你要接受我的第七个条件，你一定要让她幸福。我不想再看到她痛苦的样子，她现在承受不了那么多。啊，就这儿。哎呦，到了。伯父，比起咖啡您更爱喝茶是吗？我给您倒茶去。